他们都在说十年前的那个凶手又出来作案了。童秋白，我见识过你的能耐。是警察查了十年，毫无线索。求求你，帮我查明真相。我一定要查清当年是怎么回事。在下童秋白，少年侦探社成员，前来调查此案的。新百乐城第一名侦探在此，肯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。这起新案件，死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？检查报告上写着是氰化物中毒而亡的，死因不单纯，致命伤口跟刀伤无关，尸体上插着匕首可能是一种警告。警察都能跟丢神秘人，这件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药是谁给的？对不住了。不对，凶手另有目的。你说神秘人到底是谁？他目的有什么？凶手已经找到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证据呢？证据？既然凶手已经死了，哪还需要什么证据？线索就这么多了，我总觉得有人在刻意的掩盖着什么。轰动新百乐城的事件已经水落石出，案子还在调查中，你为什么说结案就结案？你不觉得此案疑点颇多吗？事有蹊跷，如果他们真的有意阻拦，是要隐瞒证据，还是尸体上有什么秘密？监控你的人恐怕另有其人。你认为案子结了，我可不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们不能让悲剧重演。所有的计划根本就不是你策划的。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既然我们接了案子，就会查到底。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，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心，就会支撑他到最后。我们绝对不能向罪犯妥协，更不能接受他们的条件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，花多少时间，一定会让凶手付出代价。这世界很酷。